对对，他去大陆带回来就好。石磨，石磨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石磨呀。他上次有传照片。用那个石头做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研究茶品，很好玩的。我们就做小茶品就好。对，我就是要做小茶品。100克的。对。你要看50克也可以，25克也可以。100克的就可以。对。无你干那学一个，你其他无啊？对不对？我感觉做。我觉得做那个巴掌型的那个就好。就这样，巴掌大小的就好。哦。不要那么大。因为我们量也不多，对，我们就是自己。你小的有到8克的嘞。我们就做那种就好了。啊？小的有8克的呢。真的？对啊。看过。不是我，因为我那边有8克的啊。馍。不是馍，那个饼啊。哦，我们要馍。有那个饼，就是有那个馍呀。对，我们要那个馍。那你就问问他看能不能找到8克的馍。啊，那他去大陆找，他8克。茶饼问你就知道。我看哈，今年哈，啊，好，你看这个好香，红藿香。红藿香，你不要碎的吗？对啊，给你啊。要种的，没有啊？要种的，种的在这里。要种的放这边。对，在这里。那边的。啊，这个是红萝卜的种子，给我自己有的。红萝卜的。那个，撒它就叫。哇，我要杨梅。阿姐，张老师。运动已暂停。